陈哥，哎，你看他呢？哎，不能看。刚刚收了一个这些，这里面还有很多。130收的，回去。不光这，里面还有一大堆货，我的钱包肯定是不够的。来，这一堆都是上亿的好货，可能这一块就能买一个劳斯莱斯。那姐给你介绍一下，它这种呢，就是有一些是像拍卖行的品质，翡翠虽然说好，但是帝王绿就很难见到。像这种的品质呢，就是帝王绿。然后像这三套葫芦呢，是一块料子开出来的。其实这个真的，一眼就喜欢了啊。啊，像普通的平时佩戴就戴这种，但上拍卖行的一定这种。这种在北京换一套房子也没问题。其实我喜欢这个。这玻璃种，种水里面最高的级别就是玻璃种。哦，那它和绿有什么区别？如果又绿，然后又玻璃种，它就是帝王绿了。就像这种，又绿又玻璃种，就帝王绿。价格也得翻倍。不是翻一倍哦，翻十倍。姐准备用她的翡翠换我的手表啊。手表我们换，先换一辆劳斯莱斯吧。等你。拿刚刚这条货过来是含咱们的店来的。拿这一条换手表吧，这些我觉得可能用不完吧。嗯，用不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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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买一两个，我就喜欢这个，一来就喜欢这个。可是你这个拍不出来它的美。拍不出来它的美。对。这个1200万的。收吧，那就有人刷卡吧。别都夸张了，其实这种是正常的。这种平时佩戴的话就，这种就好卖，大家都能买得起吧？认为的话，那种啊，北京一个房子啊什么的，谁都买得起。这个多少钱？150万。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。你应该有点折扣哦。这棒子都是实价了。对，我们肯定是有这个。这个，这个，你要这三件了，对对对，可以再多选几件。不，因为我钱包不够，钱包不够。可以的，你也试一试，这件也可以一起带上。不，这个也就200多万嘛。我就这，就我先弄一个，知道吧？吓坏我了。刷卡啊！这三个小时都让我也心疼了一下，刚刚他所说的也夸张了点，我们谈好价格后也是在我心里的承受范围内。想买翡翠的这个看一下，这三个觉得可以。